完全不理你，我可以不理会你。但这里面当然问题就是说，如果美国介入的时候，他当然必须要这个比较谨慎处理一点。啊、哦，那么所以这为什么他们对美国介入他？这是高度的这个抗议或者这个戒慎恐惧等等啊、哦，那么可是当美国介入，你可以看就是他又戒慎恐惧等等啊、哦，那么可是当美国介入，你可以看就是他又对处理南仁爱礁的问题又似乎开一个小门，让菲律宾去做所谓的。